徐老夫人，宣武将军杭刚之女米贤特来贺寿，愿徐老夫人您萱草长春苏鹤颜。据悉，古装传奇电视剧《女医明妃传》让阔别荧屏一年之久的刘诗诗再度成为关注的焦点。无论是戏中可俏皮可柔美的允贤，还是私下无处不在的小萌点，原来刘诗诗也如小女生般活泼可爱。荧屏上的刘诗诗都是让人有保护欲的柔弱女子，但熟悉刘诗诗的朋友和影迷都觉得她性格里其实有很男孩子率真侠气的一面，所以也很宠溺地叫她师爷。最近她受品牌邀请以一身看似很简约却元素潮爆的服饰亮相纽约时装周，镜头前依旧是标识的云淡风轻，但眉宇间的气场还是帅了大家一脸，不负师爷之名。不过在采访中被媒体问到包里最常带的物品，她就瞬间开启师宝模式，拿出一袋自己最爱的零食胡萝卜，像兔子般萌萌地介绍自己私下是个吃货，喜欢吃零食，还有各种美食小吃，总之既有女汉子的敢作敢为，也有小女人的可爱俏皮。虽然与她的荧屏角色有些不尽相同，但恰好这种反差萌更加惹人爱。